快点哦！这个就是我爱个 Christian 的秋龙，哇，是个大根啊，那熊猫一样。S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K K。这几工前诶，我有收到张批啦，迄批其实是啊特别啦，因为我迄批毋是，我是甲是人家了啦。这张批你看一下，迄日子上写，1854年。我看迄个时阵，我阮无出事啦，所以用叫即个批叫 Penny Red Stamp，所以讲即个即个邮票的首付吼。伊1873年的时阵，有雕一个图案啊，伊的查某囝来，所以也纪念伊的人啦，所以用着拿来做 stamp 咯。然后雕了伊雕刻了，毋是搁要拿来做 stamp，啊比因为伊的 stamp 搁要侪人新人 copy 啊。就讲伊个 stamp 是黑色的嘛，所以黑色个讲你若吸起黑色个印字，啊，所以人本毋知影讲即个物件是用得了个，所以用白了个要，就1841年咧，就甲改者，改去变去红色个，所以用白了就变 stamp，就叫一个就改去即个 stamp 个。名咧叫 Red Stamp，所以伊也特别。所以即个物件我看，侪人阮毋捌记着啦。我是算平下记啦，可能感觉有人有，我自家买者。所以白露我先互你知影讲我爱开啦，因为伊内面啊即个皮毋是，即皮啊，伊有。伊有一张皮，像啊是啦，特别我，啊，愈爱开，该开煞去。虽然我知影是阿舅了啦，特别我觉得应该知影，应该爱看内面到底啊物件。八几年了咧，啊，愈伫讲伊五年，所以，这物件我觉得应该爱较小心啦，较注意。所以啊愈是爱带一个托啦。迄土咧是拿来，是拿来互我用来开 stamp 的。快点哦！这个就是我爱个 Christian 的秋龙，哇，是个大根啊，那熊猫一样。好啦，跟你讲笑啊。这个物件咧，我是讲我俩欢喜的啦。这个，马路正式其实我是用两项物件，牙签加夹 clip。所以这个物件，我希望讲开了咧会知影到底伊内面是啥物物件，所以安全了嘛，所以蛮快的。start 了啊，慢慢来，来看。哎呀伊淡薄，哎呀，哎，OK，
毋是好人知影讲我有一张单啦，一张批是讲，头一摆嘛，一杯五十年，包几年后的批，无过来看，先了去啦。OK， 把路拢来开者，看到底写啥物。再加个冰心，还不用了。OK， 来了。你回来呀？哎呀，原来今日回来哟，天天赶来哟。哎呀，不配哦，我那个不是配。今仔一两张破纸呢，哎呀，这就是哈咪物件好料啊！嗯 ，OK 啦，就是这样子啦，哦。这首歌送给我亲爱的家人，也送给所有伟大的爸爸妈妈。来、欸。爸爸妈妈。啊，来，说这个物件啊。老爸老母。完了啦。老爸老母，那边是无物件啦，只干一张被尔。我唔记得啦，安怎呢？虽然是讲，买着啦，但是本是安刚好安垃圾，那无人背就无人背咯，所以 OK 啦。我下摆看咩物件特别哩，我再好两仔。OK， 拜。啊，快点我。这个就是我爱的 Christian 的就哇是的那是什么意思就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ki 这几年今年我有收到一批啦一批就是Hello 我特别啦因为他的我那批不是我是把是人家的啦请给我多一点时间，证明给你们看，请原谅我。
The papa.